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今天中午开始擀面条了啊。俺那做的这是老面条，老面条跟烫面条不一样。这是炒的豆角，这是俺那熟的辣椒油，红油辣椒啊，还有鸡蛋。这是今儿上午搁那弄的红薯尖、红薯头，擀面条非常好吃。再加酱一下，给你看看，看没给人看了，再给你。这是扁担，就是山东那是不是叫皮蛋呀？嗯嗯，他那是用鸭蛋，咱那是用鸡蛋，是吗？嗯，其实我扁担不了好，用那个有点实惠的，吃了比较辣嘴那种感觉，那好吃。俺没吃了。那是你那给你端的面条？没啊，我自己端的。俺那我的扁担掉家了。嗯。我给你弄。嗯，咋样？千辛万苦做了这一上的功夫，叫人买也买焦了。这天今有风啊！这都是福利天。嗯。鸡蛋这玩意儿贵了。牛肉干。是啊。嗯。腐乳呀，炸腐乳啊。嗯。把腐乳炸炸，你找我尝尝。我不吃。搁这儿吧。搁这儿。这。你吃嘛，啃的呀，你不吃。嗯，我的也可带劲了，我的更带劲了。这也可带劲了，咱吃。都不能抓点就是算吃过了。就是这样了，不敢吃。你也不上车。一会儿还成嘞，我都知道他弄点儿。不成，这量不够。咦，我今朝喝了还饭稀饭。你这肉棒。嗯，好吃。不想吃吧。嗯，你这肉棒。他都不搁家，我不炒。那你说。不搁家，我来炒。吃饭。嗯，吃饭。这都算。嗯，哎呀。叔妈。嗯。你上辈子肯定说红薯。嗯。红薯做成的。你这辈子是红薯做成的。俺家硬生我认得不得。价格呀，你知道小子都是价格做稳点。嗯。上午。吃饭都不吃，你老婆你老吃，老婆你老吃呀？哪去呀？俺俩一桌，嗯，谁叫到这来，输的那婆子。要非我不吃，他吃，他老吃粉条。煮那粉条，一天往一根也不强装。中。这红薯真好吃。嗯。来两位，我们明天拿红头开始哈。哎、嗯、呀，你跑到河里了，哪个是啥？吃饿上不拼。嗯。这才是啥？嗯。回来了，我多瞅着你嘞。然后煮一点的饭够吃了，都想不起来吃粉条。那边过呀，那你咋弄啊？就是我，我都吃了这卤面条也不喝水，不能吃了卤面条都得喝水。那拿过来。我领着你上。你解药吗？你解凉了。好了，明天吃吧，俺俩吃，回家吧。好了，走，跟俺回家了啊。啊，弄过去吧。给。嗯。俺让他不是不敢让他。
那我也不少吃冰箱的东西啊，冰箱的水一冰的可凉，我喝不多，我都喝了，天天喝，渴的很牛。奶水喝了，很牛。嗯。他这酸味咋的真辣呀？咱压不动，吃的快了，压不动。嗯，啊，来一刀切掉吧，那你干吗？你突然干？等着外边给俺切啊！好，那啥呀？地瓜啊！你说我怎么说？我这腰肚子快硬的，也真的。你喝的啥呀？柠檬苏打，哎，敌敌畏，看那敌畏，肯定多喝的。我就解决你那朋友，我咋的？柠檬苏打，哇，干的呀！哎呀，这吃吃喝喝能哪个？吃吃喝喝，穿穿脱脱。这啥糕啊？冰糕。冰糕啊！啥呀？糖色。里头有点虾仁。嗯，虾仁的，嗯，放大笋啊，那我就做一下。这里头是葡萄干。这是俺这超市最好的冰糕，对啊，啊，这一块钱一碗，嗯，五毛碗，一块呀，不卖的我也不要，我也不吃，我的妈呀！